关于啊，那个女人的事情哦，有一个无聊书嘛，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郑晓云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郑晓云啊，她是怎样结过婚的？而且那个女人，我估计啊，她是来乱的，因为怎么样，爱情这种东西啊，都是唯一的独占性的，没有人会跟人家分了。那个郑晓云啊。他可能不是表示说，欸、我要跟无聊叔一起嫁给你，嫁给我这种意思，不是，他只是说，欸、到时候我就出现，我要跟无聊叔来抢你，对不对？他出来乱的。之前他们在聊天室就是啊，就其中一个都会把另外一个给骂走了，没有什么一个人让我爽两个的，没有那么好的事情。所以这。现在是放一个无聊叔在那边嘛，然后那什么郑晓云啊，好像也要，对啊，到时候啊，如果有到时候啊，那个郑晓云啊，一定把那无聊叔给骂走的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好的，一个人可以，还是爽了，应该是没那么好。那你说第三个，那我不要就不要，你不要强迫我，奇怪。那要我的一堆嘞，一两百个全部要我，那我怎么办？我通通要啊。